本日は映画祭に来て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なんてな。不思議。見てくるクルーさん、みんな来るよ。クルーさん、みんな来るぞ。なんだかは中央寺の好みじゃなかったんだよ。もっと違うやつだったら、例えば、リコーランの絵かとかさね。リコーランね。どうもご苦労様でした。大丈夫だね。片付けましょう。老邱，有人来了，何婶儿！啊，你来了！老邱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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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何婶儿，你好。我长这么大，我长这么大，我没看过电影，我想开开眼睛。好好好好好，请进，请进，来，请进。您讲。行行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上前面去看。这个位置最好。我看不清楚。哎呀！估计这个不行，还是弄到后面看吧。老邱，是不是你请我来看电影的？那你还管我坐哪儿呢？你这人真是……哦，你还是到后边。我坐这挺好的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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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看这人影是我吧？哎呀，这家我上电影了，你看。哎呦！你真是无理取闹。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无理取闹。我不乐意看你们日本人杀人放火，我不乐意看。你看看你那个损样，这你这模样的，你应该上电影啊，你咋没上去啊？啊，你应该上电影多好啊，你这是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以后别在中国人面前放你们日本人杀人放火的东西，没有人乐意看。姐，别疯了，快睡吧。对，就睡。胡子跟棉袄插几针就做好了。忘了，明天啊得让虎子去趟三江镇，买点纸、香。明儿三十得请咱爹回来过年呢。也不知道这小子睡了没。快，快给我起来！快起来！哥，虎子不见了，麻溜的起来，跟我去找。啥玩意儿？虎子不见了！快穿衣裳。来的大红雁呐，舞落长江。跑步去到这家玩去了。乌鸦不起飞，要说造反的疙瘩梅林是为了。哎妈！吓死我！我以为你们劫道的呢！你这死小子，你死哪去了？死哪去？死哪去了？也不说一声！问你话呢，哪儿去了？我看电影去了。你看电影？你唬鬼呢？不是你咋的了？你等我说话，你都看电影去了？我，你要在这儿唬死你，大姐。别一惊一乍的，人家刚迷瞪着，就是，这不没事就好了吗？我已经これで分かっただろ。死なじは。俺たちに対して憎しみしか持ってないんだ。理解しようだなんて鼻から思っちゃいないんだよ。シナジンなんて殺して殺して殺せばいいんだ。殺して殺して殺して殺しまくるのか。だからといって民族の尊厳をなくせって言うんだ。もういい。お前に今まで何を教えてきたかよく考えろ。もう分かった。一人だけいたのに、うるさくしたものだ。しかし、私たちは親切にしてるのに、なぜ彼らは我々を恨むんでしょう。
あきらさん、お前は日本人だから。もし中国人がお前の北海道のふるさとを占めたらどう思うか。同じことだ。私たちの日本はなぜあんなに小さいんですか。はい、そこだ。これは不平等です。だから我らは占領すべきだ。まだ移民して開拓しなくちゃ。二三十年の後、ここは大日本の国土になるかも。その時になると、我らはここの本当の持ち主になる。これが、開拓団の使命だ。秋田さん、お前のやり方は正しいかも。脅かしたり、すかしたり、柔らかい方がいいかも。しかし、あの宋帝国ってな、本当に厄介者ですね。あの宋天皇。宋小了吧？不小，合适呢。暖和吗？暖和吗？偏向。咋了？哎，虎子，别忘给我烧一根红头绳啊。嗯。买挂鞭，甭回去，啊！嗯，大姐，哎，晌午我下顿馆子。美的你，就一斤金饼，一碗豆腐脑。哎，人家说呀，镇上老黄家的山东大包子好吃，你就吃那个吧。那我来两斤。两斤就两斤。嗯，小人带回来俩啊。我就带回来一个，还给大姐。哎，你干啥？你干啥？行行行行，我带仨，行不？带仨。给。交走了啊。嗯。带仨，大姐一个，三姐一个，我一个。你走死了你！路上小心点儿。哎。干大红颜呐、啊，不落长江。不呀不起飞。造反的疙瘩美丽是为了干啥你们？干啥呀？我犯啥错了？你这个贼子骗人！给，还不起来？有，你给，我给，还不起来？我说，喂，来不来？过来，我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啊，快进！哎，各位老少爷们们，我是秀水屯的宋天虎，麻烦告我姐弟一声，我被抓劳工了，告诉他们别惦着，帮我照顾我姐姐，我谢谢你们了，大伟，我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了。你咋来了？虎子出事了，被鬼子抓走去当劳工了。啊！姐，咱不哭啊，都怨我，我干啥让他去三江镇？我干啥不自己去呢？你不用埋怨你自己，这事儿不赖你，要怪那狗日的小日本。
二姐说的也对。啥叫也对呀、啊？没了小日本才能过这日子。也不知道虎子现在在哪儿呢，特别像上次一丢就是好几年，我们都见不上。谢谢谢谢，你这辈子再也见不上了。要过年了，他连个年都过不上，这得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呢？我都怪我，都怪我。さっさと歩け。これぞ皆さん。ほらこっちか。歩け。さっさと歩け。どうするな。お前こっちか。ほら。ほら。何してこの野郎。歩け。妈的。さっさと歩け。又一个。小人。十七个了，死了也好，省着活遭罪。咱们这是往哪儿走？谁知道呢？我这都转向了。亏得你还是抗联的，这点常识都不懂。现在咱们是朝东走，你倒知道呢。小子，我再教你一手。刚才你没看见我拿舌头舔那画柱吗？冰凉粘舌头那一面，那就是北。你找着北了，东南西北全有了。老马啊，你们抗联老他妈吃败仗，就你们这两下子，哼！我这两下咋了？我打死了十多个鬼子，掩护了全团撤退。你们国军倒是有两下子，哼，就知道跑。谁他妈跑啊？我要跑能让鬼子抓住。快走！今天是大年三十吧？大年三十让他们鬼子给力抢头，都他妈晦气！一四五幺，李新刀，一四五二，拿刀了，一四五三，陈宇华。一四五四，宋小阳；一四五五，张海生；一四五六，陈鼎静；一四五七，曹磊胜。自己的编号都记住了吧？记住了没有？现在都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你们不管要记住自己的编号，还要记住我高野卫治，我是你们的长官，你们必须服从于我，无条件的服从。你们更要记住，在这你们就不是人，什么也不要想，什么也不要问，只有干活，干活。听懂了吗？听懂。弟兄们，哎，那里边的弟兄啊，我说两句啊。咱们是八大队，你在这儿，那也就是我说了算了。
你没办法，他日本人让我干的，啊？别等我呀，我赶上了。不，让你干你也得干，啊？哎呀，我觉着吧，这我干吧，比旁人干还强呢，你说呢？哎，这兄弟啊，哎呀，咱们这八大队呀，有点意思啊，啊？你说这三教九流五行八座齐了，齐了。哎呀，我是国民党啊！哎，老马，你是抗联的是吧？啊，反正啊，咱们这儿有种地的，有做小买卖的，还有种大烟的、算命的，哎。老王啊，哎，不是你啥时候你给我算一卦呀？说说生辰八字。别想想你拉倒吧，你准不灵。你要灵了，你能被抓来当劳工啊？我算了，那天不宜出行，可屋里的非让我上街。你瞧瞧，你这个坏事就坏在娘们身上了，你知道不？你不管怎么说吧，啊，现在咱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，啊。这以后就是我说了算，听我的，你们得伺候我，啊？那我跟诸位把我的这个军衔给大家伙说说啊，我是国军的上尉连长，身上有18颗子弹，3次进了棺材，所以说你们都得小心着点儿。咋的了啊，兄弟啊，不服啊？你不服不要紧呢，咱走着瞧啊，总有让你服的那一天啊。哼，踏实踏实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就那个日本中队长叫那个高野卫基啊，大伙都提防着点儿，那小子他不是个物。志刚，到干活了，干活了。干活哪儿啊？走了，好。什么？二十三到王爷当天，二十四也大事，25做豆腐，26画猪肉，27这就别开弯了啊。姐，你回来了。还没贴完呢，快了。30了，一会儿咱们去给爹送灯，请他老人家回来过年。行，走。爹的坟，等等。咋的？爹的坟在秋田家的地里，咱们得跟人家打个招呼。请咱爹给他打啥招呼呀？直接去不就完了吗？走，你别给我惹事儿了。把这些活干完了，天宇，你跟我去。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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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去去去。秋田先生，
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找秋田先生。他不在。秋田先生，秋田先生，他不在，有事跟我说吧。今天是年三十儿，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，是要接故去的人回家过年的。我们想去我爹的坟上给他送灯，接他回家。不行。为啥不行？这是我家的地，我家的地，绝不能留下中国人的脚印。那本来是我家的地，当初跟你爹都说好了。不行。这小日本太不讲理。算了，晌午我去找他爹。别跟我惹事儿啊！这些统统拿走，拿走门都没有！快滚！小鬼子，该滚的是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还就在这儿给我爹烧香磕头、放鞭点灯了。你要知道，我是从战场回来的，不要惹恼我。我告诉你。你别忘了，这是俺家的地，是你们抢走了俺家的地。小太郎，你今儿别惹我啊！你要是惹了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别看我只有一只胳膊，我要把你打趴下。小瞧人了，我不欺负人。行，你用一条胳膊，我也用一条胳膊。我用一条胳膊收拾你。来吧，来吧，我今儿不把你打趴下了，我不是我爹亲闺女。真行，别说了没用的了。姐，请咱爹吧。爹，三十儿了，回家吧。Yeah.
姐，你咋这么不讲理呢？他爸爸他哭。我二姐脾气不好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们知道错了。没关系，知道错了就行了。谢谢。你能来道歉，我就原谅你们家了。女孩子有活力，挺好。是。他把我们家锅都给砸了，也算解恨了。以后，你们就让我们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吧。说啥呢？我妹的道歉无效，人是我打的，我也只用了一条胳膊，是不是？有能耐的话，咱再出去练一把。二姐，秋姐先生，那人是得讲道理的，这事情的前因后果你都知道了，该你们向我们道歉。要是不道歉的话，我可啥事都干得出来啊。二姐，走。干什么呀？出来吧。你看不像什么呀？别踹我！干啥呀你？宋天月，你长骨头了吗？不是为了咱家好吗？那出大事咋办？干啥呀你？你打我干啥呀？我告诉你，宋天月，我打的就是你没骨头的，你少给我丢老宋家的人！喧嘩したそうだな。彼女たちが墓に行きたかったら通してやれ。前からの約束なんだ。喧嘩した相手は女の子だって。殴られた腹いせに、相手の釜壊して。お前それでも男か。もう何もするな。お父さん、見て。秋天。你这是？知道中国人的规矩吗？挖祖坟，砸饭锅，那是不让人活下去，是逼着我们跟你们拼命啊。如果我们连一点动静都没有的话，那就连猪狗都不如了，乡里乡亲会看不起我们的。你们必须向我们道歉，如果不道歉的话，我就死在这儿给你看。我今天顶着锅来，我就没想着顶着锅再回去。你们家不是一个儿子吗？我们姐仨三条命换你们一条命，值了。别急别急，有些好商量。您别生气，我替我儿子道歉了。啊，对，我们道歉，我们道歉，我还要到你们的家里去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请原谅。爹，又过年了，这
个年是真不好过呀、啊。胡子被日本人抓了老公，又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见到他。爹，别怪我，我知道是我这个当大姐的没有管好这个家。你想怎么好好的活着，总是拧不过一个命字。田先生，哦，这样子。秋田先生，咱们以前有个约定，开了春把我爹的坟就从你们家地里迁走。啊，这样？明天就是清明了，我们想一早就迁。啊，可以，可以。不行，你爹答应过我们。我没有答应。我去找他爹。别去，明显是故意找茬呢。说吧，到底想咋的？我不让你们迁坟，而且我要把你们的坟平了。你敢？除非……除非咋的？你再给我打一次，我要把你给打趴下。把我打趴下就让我们迁坟是不？是的。有种的跟我单挑。天心，你别信他的，他要想跟你单挑的话，他会带这么多人来吗？是啊，二姐。天心，那多人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啥？
说好的，把我打趴下了，我们就可以迁坟了。你起来，还手，起来，给我打！天星，你个小鬼子，你给我住手！跟我打！天星，天星，还手啊！起来！你起不起来？住手！住手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慢点！儿子，天星，你打人你！你欺负几个没爹没娘的丫头，你算什么能耐你？是，站住！